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sorry this panel will have to be in Chinese because of my poor English and so many Chinese audience. 大家下午好啊。刚才的panel大家听着，我感觉首先我英文不好，听得比较吃力啊。咱们这个panel用中文来做，可能大家感觉更轻松一点。咱们这个panel的主题呢是这个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探讨。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那进一步的探讨呢，就是保险业，如何这个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呢？如何能够通过改革开放呢，进一步提升这个保险基金的这个回报率啊？那首先呢，这个我先这个荣幸地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参加的这个嘉宾啊。首先呢，我要这个隆重地介绍啊，这个我们金融界的。 老前辈啊，这个中央财经大学60年代的杰出校友代表啊，上海北工行上海分行行长啊，申万国的第一任董事长和创始人沈若雷老先生啊，大家欢迎沈老。沈老呢，今天是这个风尘仆仆的从上海啊赶到北京，也是这个我的这个老前辈大师兄啊，这个。 非常感谢他的这个到来。那个再接着介绍呢，就是这个我大学时候的这个老师啊，这个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啊，李小林老师啊。李老师是我大学时候的这个数学老师啊，现在这个从数学出发研究这个保险精算啊，这个依然风度翩翩啊，这个学识过人啊。 另外呢，就是再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经理先生何总啊，那个因为何总这个公司啊是今年我看是今年1月份刚刚成立啊，那一会儿呢在何总这个发言中呢也请何总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和您自己的一些情况啊，那最后呢我们隆重的介绍呢就是。 很多金融机构的这个大股东，后台老板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裁李总啊，李迅总啊，欢迎各位啊。那我们今天论坛呢是谈这个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啊。那个今年呢，我们资本市场呢确实迎来了很多这个改革和开放的措施啊。大家首先看到就是我们科创板的推出啊，注册制的这个实行啊。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资本市场的周边的一些这个举措，比如说我们 IPO 的这个货币率的大幅提升啊，我们并购存储方面政策的放开啊，据说呢马上也要修改我们的这个定向增发的这个规则和这个我们关于减持的一些这个规则啊。总之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呢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大笔发展这个股权投资啊。那我们呢现在那个。 就有请呢，这个沈老啊，这个先谈一谈这个资本市场如何改革以更好的服务这个经济的发展，好吗？啊，请沈老先发言。各位下午好，今天参加这个高峰论坛，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激动。我曾经。 是申宁证券的第一任董事长，所以我们国家9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开放资本市场的时候，我有幸参与了这个改革的过程。所以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 开始的一个雏形，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在这里看到好多的国外的朋友，我也是由衷的感到高兴，因为在我的50年的。
金融工作经验当中、经历当中，同外国朋友一起共同努力的来开放金融事业的发展，曾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看到这里有法国的朋友，我曾经是 BNP 同工商银行啊，中国工商银行共同合资的上海巴黎国民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我也看到有美国的朋友，我和美国的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人寿保险曾经合资过一个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我也是第一任董事长。在这里我也看到有日本朋友，我和日本的东洋信托银行共同合资参与了一个联合租赁公司，在上海滩90年代初是唯一的一家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盈利的单位，我也是第一任董事长。我也曾经搞了16年的我们国家两岸的金融交流，16年外派香港，担任上海商业银行的6名行政领导小组的组员，代表上海方，代表22.4%的大股东出任了董事，做了16年的两岸的金融交流，包括香港和大陆的金融交流，所以应该是两岸三地。从股东来说，还有美国的 Westbank， 那就是4家共同合作。所以我在整个金融的经历当中，包括资本市场的经历当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世界是要和平的，我们要走向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前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人民各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可以和平共处，应该可以坐在一起，一起把我们的事业做好做大。我刚才介绍的这几个中外合资的单位都办得比较成功，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呢？我觉得没有，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发展，为了我们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对人民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大家一起做起，住在一起，求同存异。同是主要的，异是次要的，把求同存异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合作、金融交流都是可以取得成功的。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村也一定会越来越美丽。这是我对我的金融经历当中跟国外交流的一些机会。那么我重点呢再谈一谈关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发展。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金融市场一定要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今天是讨论另类投资，那么作为一个资本市场来说，我们国家真正的这些投资只有20多年时间，很多方面不成熟，很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我个人的观点，第一，要坚持改革的方向，要走出一条经济管理商品经济规律的这么一条道路，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对于这一点，我的观点是少行政干预，多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多用商品规律来管理经济，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健康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资本市场的从业人员来说，
一定要坚持行为操守，一定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人品，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抱负，我们自己的事业心。我觉得这至关重要，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那里工作，这是次要的。当然我们要在工作的当中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要放在次要位置，我们重要的位置要放眼世界，要建设我们一个美好的地球村，要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要爱国爱人民，要把我们的个人的价值和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前提下去做我们的金融事业，去做我们的资本市场，这样会少犯错，会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对得起人民的信仰。第三点，我觉得从一个资本这个运作的单位来说，不管是证券公司，不管是基金管理公司，不管是信托投资公司、资管公司等等，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队伍。好的队伍的重点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一定要慎重，要把自己紧密的同一个单位的兴旺联系在一起，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自己所在的金融单位的兴旺。珍惜自己的责任，珍惜整个单位自己对他的影响。如果第一把手做好了，火车全靠车头来带，龙头正了，龙尾一定是正；龙头歪了，龙尾一定是歪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每个金融从业者，特别是资本从业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管是今后怎么样改革也好，怎么样发展也好，这个初衷、这个初心是不能忘的。做事首先是做人，人做好了，事才能做好；人做不好，事是绝对做不好的。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强调这么几个重点。金融单位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取得共赢，包括保险，包括证券，包括银行，包括各类的投资机构，包括基金，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在我们中央的领导下，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争取一个好的国内环境，我们的金融事业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繁荣的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一定会在中国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好，感谢曾老啊，曾老是中国资本市场从创立、发展、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重要的参与者啊。刚才谈的一席话呢，确确实实是他的这个几十年的真知灼见啊，值得大家认真的聆听消化。谈到，因为今天有很多外国朋友啊，这个谈到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我插一句啊，给大家普及一点这个地方的一个常识啊。这个前门23号院啊，是中国第一家赴海外上市公司的所在地啊。
1992年的时候呢，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叫华晨中国 China Buildings Automobile CBA， 在纽约交易所挂牌啊，它的办公场所就在上面啊，大家正楼梯上去正对那个楼，现在百达翡丽这个办公楼啊。哎，对，九二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啊。我本人呢，曾经在92年在这个楼里工作了一年，就是当时就参与这个 CBA 在美国的 MSCI 上市的这个进程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啊。我们谈金融的这个改革和开放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就是说参与资本市场比较早的，都知道这段故事啊。我们第一家养龙嘛，养龙做的第一个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啊，这个。插播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请这个李老师这个谈一下好吗？这个保险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保险的这个现在是大金主啊，保险资金大概17万亿到18万亿，在我们去年这个资管新规之后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众多机构啊，都对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寄予了厚望啊，因为只有保险能够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这个资金和长期的资本形成的这个机制啊，像这个银行资金啊，主要是在做信贷，我们不缺乏做借款的单位，我们有信托，有银行，有小贷，有担保，有典当，有租赁，全都是做债权的，对吧？啊，保险本来应该是把他的资金投入做股权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看到的现象就是这个保险资金也偏向于做固定收益，啊，90%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这个固收啊，不到5%吧，投向了这个长期资本形成啊，这个请李老师啊，这个再一次给我上一次课啊。上学时候经常听你讲课，今天再跟我讲课，谢谢雷总啊。确实保险业好像很有钱啊，但事实上保险业是做服务的，就是人生当中呢，养老需要花很多钱，还有呢，一辈子挣的钱说最后10天花完，那是在医疗，再就是呢，个人和子女的教育花多少钱都不为过，而这三大块确实保险业可以给他设计产品做相关的服务，所以如果这个服务好了，大家就会把这个钱交给保险业啊，那么保险业呢再拿着这个钱资金运用啊，这个包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啊，但是呢它也是商业行为啊，也是要生意的，为消费者，其实这个钱呢是消费者的，它也为消费者服务。我们说到支持实体经济呢，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啊。这个本人呢，也在保险监管部门设立的智库担任，就是过去啊担任首席研究员，也有一些文件的起草，也有一些重要行业一些很重要的讲话，我们也参与起草讨论。所以经常会为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出一点主意。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就是我们说实体经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中国的现在的实体经济它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在我看来呢，就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它的这个重中之重，就是说呢，整个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呢，从赤贫刚刚度过，脱贫了，要到小康，前后，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原来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是要冒险的，鼓励冒险家，给冒险家立金杯。那么等到大家呢都有饭吃了，这个时候大家要防范风险了，怕发生某一个事变，让这个饭又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这个实体经济也是在这个阶段，就是说呢，生态发展生态还很脆弱，风险事变还会出现，那么财务会出现危机，那就财务危机了，那就运行就困难，事变就更加的频发，最后呢，这个整个的
它经营的产业发展它的过程，它这个闭环就会破裂，那这个市场就不稳了。一旦闭环破裂了，所有做的一切全都是成本，就没有收益了。而所有这些困境一步一步的发生，全是因为呢，在每一个环节里面风险管理没做好。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就是风险管理是实体经济在目前这个阶段的重中之重，我把它叫风险陷阱，要跨越。关于风险陷阱我就不展开了，就是我们要跨越风险陷阱，这是实体经济目前的这个阶段的困难。那么保险它有很多的职能，跟实体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职能，第一就是风险治理的职能。这个保险干了什么呢？它就是以这个险种啊，保险产品，以这个险种呢，这个做一个形式，对于这个市场呢进行分组。我给奥迪车分一组，给捷达分一组，我给这个什么样的产业分了一组，就拿一样的费率。这样这个分组啊，极大的改变这个社会的风险结构。就是结构决定一切，结构决定能量，结构决定风险，就是说这个分，我们想象一下，一万只筷子，我们给它分组，我们分成一万组，那每一组很脆弱，我们就给它分成一组，它只能那很结实，只能干一件事，有系统性风险，只干这个不干别的，所以适当的分组，就适当的通过保险的这个险种。给这个整个的这个实体经济它所有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组之后呢，能够极大的改变它的风险结构。时间关系呢，我就在这不说太多，就是保险第一个是做风险治理，第二个呢是它介入了许多的价值创造的过程，它通过质量责任保险啊等等，就是这种风险治理啊，通过一系列过程，它就让呢生产就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就更高了，这是为实体经济。此外呢，保险本身就有一些价值创造，它是啊，把砖瓦木石变成房子的一些必要条件。这个砖瓦木石啊，一方面它需要一些这个资源的这个配置，另外还需要一些技术资源的一些配置。所以这个过程呢，价值升值的过程呢。那么需要保险作为条件。第三个我们说相关的职能呢，就是保险有一个资源配置的职能。一方面它把不确定的风险后果变成了确定的风险管理成本，就是那个保费，它改善了生态。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经济运行当中呢，就保险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配置平台，就是企业干活，社会公众买单，他在买单的时候，他也可能把税交给国家，国家去买，也可以把保费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买单。比方汽车工业，人家做了一个决定，整车不挣钱，售后挣钱，把零部件价格提高了，这个零部件价格提高了，这个售后谁来花呢？那保险就要去买单。保险去买单是谁买呢？还是消费者的保费来买。所以通过这个过程，那这个汽车工业人家的利润就得到了配置。如果他这个利润合理的啊，那我们就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也不错啊。如果是不合理的，你像保险业发布的零整比12倍啊，零部件价格是整车的12倍，我们说这不合理，国际上都不是这样。那发布了以后，人家那个车，我不是跟那个，我举例子就是奔驰啊，我不是跟奔驰过不去啊，奔驰就是12倍，那么人家奔驰呢就降一降这发动机价格，这个零部件价格呢降的少点或不降反升，哎，这个零整比下来了，但是消费者和发动机不换呢，那个零部件那个常用配件才这个，所以这个没那保险业再发布一个。这个常用配件价格指数等等，反正通过这些吧，他就做了这个资源配置。
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保险为实体经济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呢贡献，当然还有保险资金运用本身啊提供长期资金，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只不过呢，因为保险呢它是个长期资金，但是呢，它给消费者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资金运用的这个安全性，它要求是第一步的，那个价值增长不是它最大的要求，所以它呢，这个投资的时候希望呢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同时呢，保险呢再跟这个实体经济的贡献呢，还有，你像农业，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钱买种子，没钱生产种，然后我再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种桃子，这个桃树15年，200亩，我们假设比较好的桃啊，这个第一年需要这个310来万，第二年呢需要投入68万，那么等到第三年投入的就小了，第四年开始正式的结果，第三年接一点，那么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最后呢每年能够收到比方155万，大概是这样。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很需要贷款的，很需要资金运用的，但是没有这个风险的锁定的投资那是没法做的。那么有了保险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先给它贷上款，最后再能够收获。事实上呢，你发生了灾害，灾害大到让它的收获连贷款的那个成本都不足以返还，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啊。但是有了这个保险，整个的这个投资行为就可以做了啊。时间关系呢，我就简单的汇报这么一个想法啊，谢谢。啊，感谢李老师啊，讲的这个我回去要好好领会一下啊。那个我再请教您的问题啊，就这个，因为我第一个问的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问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话不是很好讲，因为这个这个向主席说过一句话，保险性保啊，向主席的其他话都应该作为流毒清除掉啊，但我觉得这句话可能还有点正确啊，保险性保啊，要发挥保险的保障职能。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保险应该更好的发挥它的保障职能，和更好的去服务这个投保人啊。至于服务实体经济，不应该是保险所承担的一个职能啊，应该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你讲的也对啊，也这个，但也可以改进的，就是这个实体经济本身也可以作为投保人，他也可以来投保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兼顾。好，明白明白，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不仅仅从狭义的我原来的理解，就是保险资金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而是保险的功能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啊。好，感谢啊，感谢李老师这个对我的答疑解惑啊。那我们接着谈保险好吧，接着谈保险。那个这个请这个中央汇金的常务副总李总啊谈一下这个我们谈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啊，我们谈谈这个如何这个改善我们的资产配置，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保险资金的这个使用效率和回报，好吧？哎，李总啊，您是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的这个股东啊，谢谢啊，谢谢那个我们那个中财我们李师兄啊，搞了这么好的一个论坛，让我有机会啊就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啊，向大家做个分享啊，不一定对啊，有的可能。不够周全，好，那么如果有什么错误啊，请大家批评指正啊，都由我个人啊负责，和我那个服务的机构啊，好，没有关系。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因为我在我们机构啊，主要是从事一些基础的研究，也不承担我们管理和行政的一些责任啊，这个情况，因为我一直啊。原来在人民银行研究局，后来到那个中央汇金公司啊，一直做一些基础性的那个研究，不承担行政啊、投资这管理职能。因此，我对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比较宏大，但也有过一些这个思考吧啊。因为我们那个资本市场啊，大类讲就是债券市场啊，还有股票市场、权益市场，主要是为那个长期资金啊。
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长期的需求、长期资本需求的啊这么一个转化的一个场所和工具。因此我们这个交易机制的设置啊，肯定是对长期资金是有利的啊。因此各国都是这样，各个国家其他国家也一样。因为我们改革开放是从西方啊学习这样的交易机制的设计啊，因此我们这个交易机制的设计从一级二级来讲都对那些长期资金啊是比较友好的啊。从长期来看，对长期资金啊肯定是能够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得比较啊稳定和比较好的收益啊。那么从统计数据看，比如我们那个举个例子，社保基金理事会啊啊成立以后，他也公布了他的这个啊投资业绩，那就相当好啊。他平均每年都有10%以上的这个投资业绩啊，比一般的那个啊其他的短期的资金啊啊趋势性的交易啊啊这些参与者啊都肯定要收到比较好的这个收益啊。然后从国外来看也是如此啊，长期资金啊总能够比那个短期的那些风险偏好大的那个资金啊啊收到的收益啊啊会比较好。更加这个有数据也有文献的证明啊，教材也有，金融学的教材也有。但是有个现象，就刚才那个主持人讲了，就是保险资金也好，社保基金也好，他们总是偏好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就是希望能够啊有些还本付息的这么一些产品啊，不管是另类投资也好，资本市场这个公开交易的这个品种也好，这个是中国有这个现象，国外也有这个现象，可能是跟他们管理人的这些啊心理啊，或者这个叫涉及到这个金融行为方面的一些啊想法是有关系的啊。尽管长期来看，权益产品啊是肯定要比我们固定收益产品收益要高的啊，这个从统计意义上讲是成立的。但是从单的管理人来讲，他肯定是希望能够啊低的回撤啊，然后有稳定的回报，因此他会把大量的配置啊，会头寸部位啊，会配到那个啊固收类的这个产品方面去。但是固定收益的中长期的债券，也是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债券市场在全球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地位啊，交易量啊、总量啊、发行量啊，在全球的亚洲啊都是排在前列的啊，也是为这个啊固定资产投资也好，为经济发展也好啊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因为众所周知啊，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银行主导的这么一个金融体系，因此要改变这个啊这个借壳融资啊占主要地位的这个状况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要说10年、20年、30年，可能以后只要这个局势不会改变下去，不可能说直接融资会比间接融资要多多少。这个我想不可能，因为这个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个金融机构啊，这个这么一个比例状态、啊、相关的。但是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啊，从这么30多年的发展来看，应该来说走了啊咱们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其他这个这些国家的啊100多年的这个道路吧，取得的成就也是举目大家这个都公认的啊。包括这个交易机制的设计啊，也是一开始就比较先进。我们一开始啊，上交所啊、深交所就电子化交易，从现在这个一些交易机制，我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交易机制啊都是有利于长期投资者的啊。我微观上讲，我们这个设定这个垄断机制就是涨跌停板，因为涨跌停板这个机制的话啊，容易是价格啊有些波动，那么价格波动以后，我们长期投资者啊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有比较好的价格就买到他需要的品种，是吧？如果价格波动的话，他就跌不到你想买的价格。因为长期投资者他主要是啊，他要搞研究，他要确定几个品种，然后去有确定一个价格啊，跌到这个价格他再买。那如果我们价格不波动，他跌不下去，他可能就买不到他需要的品种啊。
因此我们的交易机制啊也涨跌停板，它助涨助跌的啊，因此它有可能啊把你价格啊波动到这个地部位吧。包括这个债券市场也一样，我们债券市场有场外的、场内的啊，有银行间的啊，也有一些交易机制，包括 OTC 啊，我们的场外撮合交易，都是有利于我们有资金的，包括 DVC 啊这些结算机制啊，都是有利于有资金的，就是有钱的人，他可以配到他想配的这个资产啊。这块来讲，我们的交易机制设置啊，啊是对长期资金是有利的啊。现在这个对外开放也一样，我们也希望啊，海外的这个长期资金啊，进入到我们国家来，参与到我们债券市场啊，这个开放力度比较大。我们银行也宣布了一些啊配套的措施吧，这个也是中央一贯要求的啊。因为咱们这个讨论的课话题啊，可能监管部门啊、人民银行这些那个，但是我们市场主体啊，也是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开放中去啊。更多的资金来了以后啊，对于活跃市场肯定是有好处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很高兴啊，看到那么多这个海外投资者啊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啊。同时我这个分享主要是一个观点吧，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交易机制设置啊，是对长期资金是有利，但是对趋势性的交易者，就是我们普通讲的散户来讲呢，他这个交易机制啊也是有好处的。那散户啊，因为在交易当中啊，他会提升一些幸福感，因为这个趋势交易波动性比较大，因为很多人啊，他希望战胜市场，因为他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想法，他想我能够通过学习啊，能够通过模仿或者通过频繁交易，我能够战胜市场。因此他在这个频繁交易当中啊，他也都能够获得一种幸福感，提升了自己的认同感。当然大部分这个战胜市场都以失败为告终，但是他重在参与这个情况，因为他本身钱是很少，所以他这几万块钱他就是翻一翻呢也没有什么用，是吧？但他参与当中呢，他就求到存在，这样的话他自身的这个幸福感也提升了。因为我们就从行为金融的这个交易机制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不一定对，我是这么观察这么看。但后来又引进了一些交易机制，比如说我们这个股债的时候有个熔断机制，但实际上我们本身有涨跌停情况下已经有熔断机制了，再增加一个熔断机制，这个就肯定是不周全或者不慎重的。那么因为熔断机制啊，它涨跌停啊，它就是交易的这个效率变低了，或者是交易量换手率肯定降低了，那么又增加了比如10%的熔断，再增加5%、7%，那几次熔断以后，那就是交易的深度啊或者市场的深广度就变低了，那就是市场的交易量啊或者是换手率就没了，市场就这个成交量就枯萎了。因此这个肯定是起到反向作用。然后我们看到，因为现在改革啊，就从另起炉灶改革，我觉得挺好，因为它原来的本身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原来的交易机制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啊，对我们长期资金也好，或者对我们参与者，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自得到自己的需求，因为大家偏好不一样，各自得到各自需求，那么它的效用啊都会提高。那么现在搞了个创业板，它重新啊搞了个创业板，在那个创业板当中啊，它不设涨跌停啊，那么就是它可以提高它的交易活跃度。因此现在试点来看，它前几天它不设涨跌停几个交易日，那么交易量确实上去了，因为这个交易量对于主板的交易量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降低主板的交易量。但后来因为原来说要把 T+0 这个熔断那个 T+0 啊要放开，但现在看来没把 T+0放开，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 T+0放开以后啊，如果趋势交易者他频繁交易总是不好，频繁交易啊他会造成很大的成本损失，那么对那些趋势交易者啊，他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啊，因此对那个市场的资金来说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啊，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这个市场是长期资金啊和短期资金啊趋势资金啊都能够有比较友好的一个状态，能够长期的共存共荣啊。但从美国的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看，这些趋势交易者啊，
它早晚会退出市场，但是我们总希望啊，这些趋势交易者能够比较长的在我们市场当中，它能够有一席之地啊，因为对我们长期交易者啊取得业绩它是有帮助的这么一个情况。好，谢谢主持人。好，感谢李总啊，这个刚才您这个言论是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是吧？但我还是想问一个你所在机构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长期资金的形成啊，跟这个我们还是缺乏这个机制的。这个我从我对这些很多金融机构的这个了解来看呢，这和我们的这个观念和考核有关啊，尤其是比如说保险基金啊，它是偏好能够带来短期回报和计期现金流的项目，如果投到这个长期而且不能带来当年现金流呢，从考核的角度来看啊，不能当年有业绩，也发不了奖金，任务也完不成啊，可能是五年十年后才能够体现效益的一些长期投资，这个我们的金融机构的资金都是避而远之的啊，所以这个是跟考核相关的啊。那作为汇金呢，是很多金融机构的考核单位啊，在这点上汇金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啊，因为我那个因为对金融机构考核啊，实际上是财政部啊在作为主管部门在承担的，因为财政部啊针对那个不同的金融机构啊设定了它一些这个业绩的要求，主要是 ROA ROE 还有这个成本费用率，主要是这几个指标进行考核，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社会责任的，比如说最近要求的对普惠金融的啊，对三农的啊，对实体经济啊这些放款的这个比例的增加啊，这从这些方面啊非常多的一个维度啊，对金融机构啊进行考虑啊，既考核它经济效益，也考核它这个社会效益，还考核的风险啊风险案件这些方方面面的那些指标吧。啊，因为财政部是这个考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管部门吧，啊，因为他制定一些那些方法来说啊，因为不是一年两年了，那个也是经过十多年这样的一个经验和检验吧，应该说是比较周全。然后各家金融机构啊，按照他这个考核的要求嘛。也是做到了这个稳健这个发展啊，做到了对实体经济的啊一些支持和投放啊，因为这个是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因为它银行业主要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因为它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啊。刚才讲的，因为我们主要讨论保险，那保险它投资的话，就像主持人讲的，它肯定要投到一些啊，有现金流的，就是要分红，就是投股票，它需要分红，啊，没有分红的股票，你业绩最好，它也不会作为它的一个啊这个投资标的。包括我们固收产品为什么它喜欢？因为它每年都有固定的这个回报啊，比如说它的债券，它每个季度啊，或者它就都会付息啊，因为它就会取得一定的回报。因为这些都是保险机构啊。它在配置方面，它一些传统的考虑嘛，都是这样考虑的。你说对不对？大家都这么做的，它不可能颠覆这种啊历史上传统就形成的这么一种情况。它这两类机构不一样，反正在这么一层。但是你说的保险，它每资金它都是有来源的，它能不能就投那些可能五年十年以后才有现金流的那些项目呢？因为它也不缺钱。就是保险机构，它每年都不缺钱，都有固定的这个回报来，这行不行呢？这些都是他们那些机构可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不实际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只能从这个理论上对这些事情进行一些探讨，那么他实践做的人是不是可以这么做？这可能是一个另类的考虑啊。谢谢，感谢李总啊。那我们那个接下来请北京创新产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啊何总。来这个讲讲这个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些看法啊。那个何总，这个是个新机构哈，我看的今年一月份刚成立的，
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机构和您自己吧，好吧？嗯，首先感谢主办方啊，给我一个机会来这里头讨论一些话题。其实刚才跟主持人忘了提供我的简历了，实际上我也是央财的校友。嗯，刚才那个沈老啊，他说了，希望中外企业能够协同发展。其实我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国企和民企能够融合发展。所以说，我们这个机构相当于是一月份刚成立，叫北京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呢就是北创投。它的股东里头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的重点的国有企业，选了那么几个行业。大股东是国宝中心，就是管着北京市3万亿的股权的这么一个公司。二股东呢就是深创投，深创投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国有企业里头在创新创业方面投资做得很好的一家企业。它目前管理了将近3000亿的资金，培养了170来家的上市公司。还有呢，我们就有电控类的京东方，还有我们金宇集团，就是房地产类的，还有我们的北京日报，就是文化类的。所以说我们就在北京的国有企业里头选了各个行业的重点企业，组成了一个我们这个北创投。刚才我表达了，北创投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和民企融合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在资金层面上，因为北创投它要作为发起人设立2支基金，一个就是国企的并购重组基金，还有一个就是投资于高精尖的产业基金。这里头在基金层面上，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能有一些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就一起参与我们自己的这个基金的组合里头，这是在基金层面里头。另外一个呢，在项目层面呢，因为我们特别是有一个国企改革改制和并购重组基金，这个项目其实我们也跟保险啊什么的都聊过，他们也特别喜欢，就是因为这种基金呢相对的周期比较短，又有风险可控，虽然回报率啊相对来说偏低一些啊。第二个基金呢，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是高精尖的产业基金。这个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围绕着国有企业的上下游去跟一些民营企业的创新类企业去合作，就是它把它整合到我的企业里头来。所以说大家一直认为就是说国企混改就认为是民企参与国企，实际上我认为就是混改啊，应该是双向的，就是民企可以参与国企，国企也可以参与民企，所以说就是融合发展。所以刚才我也在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基金这个公司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把国企和民企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机制是比较创新的，就是说深创投它为什么发展的好，它虽然是国有的，但是它的机制是纯市场化的。比如说我们也是采用了市场化的机制，就一般的基金管理公司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比如我们需要跟投，我们需要项目里头有狡猾，还有一个呢，我们需要在所有的项目里头你必须要自己举手的，你必须要一起就出钱，就是这个。所以说通过这个市场化的机制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来把这个企业来做好。另外呢，我想就李老师在，实际上目前来说其实基金投资业退出是最难的。就虽然说大家都说有些基金公司就说哎我有几十倍的回报退出，实际上退出的仅仅上它的份额很少，从长期来看基金的回报率并不是很高的。所以说内部收益率能够基金完事了以后能达到20%已经很好很好的企业了。所以说我说跟李老师商量能不能设计一个产品，在我们退不出来的时候，或者我们提前需要那个股东保底的时候，你们能发一个产品，到时候让我们能退出来。谢谢啊，就是那个好，那个感谢何总啊，那个时间关系啊，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啊中财龙马这个平台啊。这个因为今天这个论坛跟中央财经大学相关啊，所以我才有资格坐在这个地方做主持人啊。中财龙马投资呢是中央财经大学和28家创业板第一批上市公司合作啊设立的一个股权投资基金啊。目前呢这个管理规模呢在100多个亿啊，我们今年呢就是业绩还不错啊，5家科创板啊，这个
现在呢有11家 IPO 啊，在这个国内的人民币 PE 机构里面呢算排在前列的啊。另外就是我本人呢，这个有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今天讲资本市场开放，在对外开放方面呢，我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啊。这个我是这个和瑞士信贷，我们在2008年就叫合资新政之后，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叫瑞信方正，瑞信方正我是第一任董事长和创立者啊。同时我也是这个和台湾做的第一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啊，这个方正富邦的第一任董事长啊。所以在两岸交流和这个对外开放方面呢，我也这个有多方面的这些啊这个参与和工作啊。时间关系，我想最后咱们请各位嘉宾一句话啊来总结一下今天您最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好吧？先从李老师开始，好吧？咱们时间关系，一句话，您最想说什么啊？一句话啊，简单一点啊。这个保险呢，确实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会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些决定性的支持，不光是资金，它主要是锁定一些不确定的一些要素，让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可以接受，所以期待给大家做更多的服务，谢谢。好，谢谢李老师啊，有请何总啊。我还是表达我的刚才的观点，就希望国企和民企两条腿共同为中国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感谢何总啊，沈老。这个另类投资必须要大胆的试，勇敢的闯，同时要注意风险控制，加强管理，使整个另类投资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健康的水平。谢谢沈老啊，李总。最后希望那个更多的海外那个长期资金啊，包括保险资金啊，还有那个养老金啊，到我们那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啊来投资，因为我们的交易机制啊还是比较友好啊，品种也多啊，市场也活跃，谢谢。好，那个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论坛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Thank you.